45岁的奶茶刘若英与老公钟石结婚3年来，终于如愿怀孕。自从宣布怀孕后，一直专心养胎，很少亮相。16号，她在微博上传了一张坐在瑜伽垫上的运动照，照片中可以看出奶茶的身材明显发福，昏暗光线与拍摄角度巧妙地隐藏了7个月的孕肚。刘若英在怀孕期间都保有运动习惯，她说：“坚持运动让我开过刀的腿能支撑到现在，虽然辛苦，但是值得。”优酷全娱乐整理报道。